我们认识那么久，你给不给我？啊！不要问人家那么为难的事情，你不就跟你爹怄气吗？你就要把股钱给我，我保证他服服帖帖的，连话都不敢多吭一句。以你在灵剑派这么多年的做派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 我好歹是灵剑派的五长老，代表着灵剑派的楷模。满口胡话，坑蒙拐骗，吃喝玩乐的楷模吧。谣言止于智者，我没想到你会相信他们，是嫉妒我集智慧还有美貌于一身。你可拉倒吧！啊！嘟嘟嘟嘟嘟！那个升仙大会隐藏口蹄，寻找准入券。 可是不到一天的时间，就被人破解了。看来这些考生素质不低啊！啊，不撕了，不撕了，不撕了！好了，我不跟你互撕了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霄云古钱，你究竟是给还是不给？不给！既然你不顾姐妹情谊，那我可就翻脸在你爹那儿了。 那老头子又想干嘛？他叫我跟你打个赌，你只要可以在一天之内卖掉100根水煮萝卜，就算你赢。从此他不再过问你的私生活。但你要输了的话，就得乖乖回灵剑派。没有我，你输惨了！切，赌就赌，哼，不就100根萝卜吗？我稳赢。顺便提醒你一句，这个赌约是有条件的，松开。我走。松开。